来了，收到了。哎呀，老三妈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行吗？可以放点老三妈好吧？好吃，你知道吧？小迷你，哇塞，透着热气，我靠，这就是那个巴拉罐，是吧？哎，小怪物。迷你八爪鱼其实很好吃，因为它的肉是脆的，你看，那很脆，嗯，哇，好蟹，非常好的，就是很肥的，入口很肥的，啊塞，不管是鱼啊、虾呀、啊、蟹呀、啊，哇，这么烫。它都有鳃，你知道了吧？哎，一定要把它那个鳃给它去掉。啊，蟹很鲜很鲜。哎，你关注我，我给你们弄点蟹吃。嗯，鲜美，对吧？